大家好，我是龙泰，欢迎大家收看《龙泰玩具集》第十集。今集介绍的玩具就是他——索多 Super 太阳战队新巴雷卡。嗱，而家就开盒睇下里面有啲乜嘢啦。嗱，咁啊呢个例牌啦，咁啊有太阳战队新巴雷卡嘅公仔啊，三个啦，同埋隔篱咧白色嗰个位咧就系、是、交换手嚟咯。嗱，而另一个咧，咁啊呢个咧就系腰牌啦，咁啊呢个就系猪族武器啦，咁啊同埋呢个就系、是。太陽紅戰士的撕火刀啊，咁啊日本刀啦，咁啊呢三個咧就係 New Baluka 波列咯，咁啊呢個就係 New Baluka 波列嘅合體嗰個版本咯，咁啊呢個就係應該係 Baluka 波列咯。嗱，而呢個咧就係說明書啦，咁啊係教你點樣裝嗰個腰牌啊，同埋武器套啊，跟住。又教你點樣揸武器咯，呢個係腰牌同埋武器套同埋對手咧，咁啊已經合咗喺太陽戰隊嘅公仔上面啦。咁而呢今次呢隻太陽戰隊嘅索多 Super 咧，而係話超級戰隊系列咧就第一次出掌動咯。咁而掌動咧，咁啊個人覺得咁啊比 SH Figure 咧，咁啊都差唔多嘅玩法咯，呢個係咁啊，而係呢只係 SH Figure 嘅縮水版啦，同埋簡易版咯，呢個係咁。而家先睇下個呢個係正面啦，咁啊背面咧，咁我就個人覺得咁係都我話覺得都好有誠意咯，係咁啊。嗱，咁啊你條腰上面咧，咁又有個窿咯，咁啊係應該係。托住個台座咯，呢個係咁啊，咁啊，我覺得咧，咁啊，出得限定咧，咁啊，都起碼都有個誠意咯。嗱，之後咧，咁啊，就試下喐咗關節咯。嗱個頭咯，咁啊之後，啊咁樣，之後輪到，之後就輪到佢。擺先啦，咁啊之後，嗱，咁啊差唔多咯，咁樣咯。嗱之後咧，咁啊就揸武器咯。就咁啊，又要攞個模型鉗咧去剪剪嗰個件啦，剪一配件啦。這個三個人的揸武器咯，之後就講五個波啦。嗱，其實點解嗰三個波咧係可以動起咧？因為個底咧係有個窿嘅，所以係可以動起嘅。嗱，如果係咁樣動起咧，擺底要動起咧，係動唔起嘅。之後講嗰個巴魯卡波列啦。
即係舊嘅巴魯卡波雷啦。咁啊，都係有個窿啦。咁如果咁擺嘅，係會喐咯，係。如果咁樣，如果窿咁擺咧，係咯，即係唔會話咁樣轉轉到咁喐咯。嗱，之後呢個合體嘅雕巴魯卡波雷啦，咁啊又有個吉位咧，咁啊可以托住都，其實都唔使要窿得啦，簡單啲講。嗱，其實我對呢個太陽戰隊新巴魯卡嘅索多斯帕咧，咁啊，我啊覺得顏色方面咧，咁我都覺得有誠意咯，咁都唔會話上啲唔上啲嘅顏色咯，好冇？咁另類咧，咁啊無面超人冇嘅嘢咧，就戰隊系列係有嘅，咁啊就係呢個位咯，我啊覺得係。即刻睇下唔知有冇啊！嗱，呢個可能關節咧，所以係未必咧，係三個人出一個必殺技咧，未必做到。不過就算做到，都係要時間咯。嗱，咁啊，我即係有心咧，就對呢只索多舒帕嘅太陽戰新巴魯卡咧，咁啊十分滿分咧，咁我都可以俾七分嘅，咁咯。時間都差唔多噶啦，咁如果大家好中意我拍嘅片咧，咁可以訂閱我 YouTube 頻道啦，龍泰影畫館，或者就我個 Facebook 專頁咧留意最新一集嘅。咁如果今集吸引到大家嘅話咧，可以幫我 share 出去自己平台啦。咁如果今集有啲咩問題我講漏咗咧，咁啊可以喺 YouTube 留言板嗰度咧，咁啊留言啦，提醒我啦。咁啊或者如果唔方便咧，可以喺 Facebook 專頁嗰度咧，咁啊俾個 PM 啦，或者 send email 啦。今集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